平时搭港铁将军澳线入将军澳，必定经过调景岭站。而呢度上盖嘅屋苑，都会站2006年起入伙，分两期，一共九座，每一座以 U 型排列，提供接近3800个单位。后排第二期6至10座，命名为城中站。全个屋苑两房占30%，适合年轻首置家庭。其余70%属于3房同埋4房间隔，供应同埋放盘量较多，系将军澳居民细换大嘅头号 target。好似呢一间都会站第二座极高层私室嘅放盘，3房一套，实用面积大约629平方尺。露台睡房统一对正屋苑内圆泳池景。加上半开放式的厨房，布局更加有格调，适合换楼家庭即买即住。代理话呢度2房定系3房，租买不嬲有市场，呢类间隔亦都系实力投资者必争嘅类别。都会站城中站属于95小学校网，小学超过22间，较受欢迎的有基督教宣道会宣基小学、将军澳天主教小学、顺德联谊总会梁杰华小学、仁爱堂田家炳小学。另外中学选择一样大把，例如有加密主恩中学、基督教宣道会宣基中学、将军澳官立中学、东华三院吕润才纪念中学、睇完今次介绍，想深入啲了解最新行程，欢迎联络以下分享。